撤退路啦。原来其实有些 OK 的都是在这边撞墙用的。不是啊，它不是 OK 啊，它是变成那个漂亮的绿色，要求偶啊。不是啊。哦，明明就是这样。有些那个身上都红红的。他们把那边当作是河床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往上跳。因为要找到石头才可以。那你看起来比较。